来了，姆巴佩，我是伊卡尔迪，我伊卡尔迪进球最多了。走着，迪玛利亚，走你，又一个。这种杯赛比较简单啊，所以现在是我这个练手的阶段。有二过一吗？有啊，有二过一。刚才我应该就是用出二过一来了吧？我感觉。哎，还想抢我的？不行，不能单干是吧？抡一脚吧！哎呀，我天，打自己人身上了。我特别想让姆巴佩进个球，我得争取打个远射什么的。哎，姆巴佩终于进球了。伊卡尔迪，这可以袭击裁判吗？在想什么呢？这是正经足球游戏，不是什么热血足球。哎，你们跑出点位置来，这我怎么传给你们？来了！哎呦天！什么鬼？啊，越位了！内马尔这个补射越位了。传中！姆巴佩耶！哎，没进呐！我以为进了。哎，本周十佳扑救都来了。哎，内马尔，你怎么这么容易被人断掉呢？时间到了，等到后面打什么波尔多呀、马赛啊什么的，里尔什么欧塞尔这些球队可能就比较难一点了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法甲现在是，反正巴黎肯定是第一名是吧？第二应该是马赛之类的吧？你看看这会儿是不是感觉对手变厉害了？没有那么菜了？你看看，对手开始有射门了，明显是比以前那些厉害了。你看，抢断也已经出来了，人都堆在这儿呢。我顶啊！这什么头球？迪玛利亚不擅长头球，我是知道的。哎呀，姆巴佩等球了。哎呀，明显对方的守门员的水平也上升了，扑救什么的都很漂亮啊，现在看这个扑救，嗨，哇，这会儿对方的防守相当的凶猛是吧？我觉得越往后面他应该会提高难度，他不给提高难度的话这轻松就拿下了，所以肯定要提高难度。进一个球很难是常态。来了姆巴佩耶，还得看姆巴佩呀。哎呀，这是半决赛是吧？半决赛就已经这么痛苦了。哎呦天，控球也太细腻了吧，这电脑，你看我多简单粗暴，直接就上了，就不行，我也得细腻一点，直塞。哎呀，这怎么平抽进去来了？我一下忘了怎么平抽进去了，刚才我应该一个平抽进去，我忘了怎么操作了。对，这样平抽，但是这现在不适合平抽。
机会来了，耶！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，看到这铲球就想起之前的假摔啊。这是谁配的音？我应该直接给他配个音，是吧？好，我进决赛了，今天正好可以把这个杯赛踢完啊，看看能不能拿到冠军。哇，半决赛都这么难，估计决赛就更难踢了。哎，这是白天啊，白天踢的，感觉跟正常不太一样。内马尔上，你的位置在前场。这个怎么样？传不过去。这次没越位，点球，耶！绝对是点球，这球绝对是点球，很明显。点球怎么踢我还不知道啊。将起始位置，什么 ？R， 将起始位置向左右调整，争取时间，改变角度。R 移动球员，什么？将起始位置向后左右，啥嘛，管他了，直接来一脚就完事了。啊，去骗过门将，我人都还在前面呢。往后一扣啊，射门呢，姆巴佩。姆巴佩呀，来吧，我天，这门将神了，我只能说这门将神了。内马尔，来吧！哎呀，姆巴佩跑！哎，我传错人了，我想传给姆巴佩，结果传给那边的人。哈萨，还有个角球。小球随便发发吧，时间到了已经。哈萨，还没结束呢，啊，还在踢呢，我还有可能再进一个。我天，哎呀，居然这个时候又进了一个。好，结束了，冠军到手。冠军到手了，法国国家杯冠军，恭喜。